郭师傅刚刚慌了哦，对啊，马路是不是有慌呢？有，太慌了，快走的，对，他刚才是不是越在意就会啊，压力就越高了？我跟你说，跑步要保护自己，是啊，哎，小心小心，你可以关我在前，哎，关我在哪？你想骗我？真的啊，关火剪完之后再把它开火就好啦。下雨天哦，亏我对你这么好，你这样啊，真的是哦。你想赢我？这就是蚂蚁上好了的，嗯，妈妈好了，那 OK 了，妈妈真的快手，那些粉丝可以摆进去，帮我夹起来，夹起来，妈妈妈妈可以试，师傅可以试，哎，那一只手，师傅谁了？什么啊？郭师傅手在干嘛？嗯，哦，所以要剪到跟蚂蚁一样细是不是？没有，那也太细了，没有我啊，我要开哦，来啊，好，小米走，开了开了开了，来郭师傅。好，所以我们差不多了。要求救吗？对，要差不多。拍子拿起来，快！拍子拿起来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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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个弄好，这弄好。我给他关起来，我关起来，我关起来，我关起来。对，我太大了，关起来，关起来。我太大。哎，对，关到最小。你不要理郭师傅，他虽然跟你姓郭，他心地没你那么好。是吗？他刚刚就不选你。我们不是说郭家人要团结吗？对啊，团结啊。所以说呢，关起来，我关起来。特别选你啊，好来。求救求救，可以了，好，跪下来，来呗，起，师傅帮帮我，计时开始。我跟你说哈，我现在这边干煸，这边煸到熟，哦，来，这个酱放一半进来，快点放进来。对，妈妈这个不够酱油给我，来，妈妈酱油给我来。啊啊，这好像不够红。酱油给我，没关系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大家都敢加，要不要盐？盐先不用，盐先不用，来酒酿给我。酒酿，酒酿，这个酒酿。好，妈妈，我跟你说，妈妈来，我这边呢，我现在就一直炒，对不对？炒到它熟，好，炒到它熟，葱在差不多八分熟，葱放进来，一直炒，一直炒，一直炒。那我这边放醋酱汁来，葱要不要放一半就好了？没有，全部放，全部放，葱爆你一定要味道。酒酿放了吗？有酒，有酒这边放。你现在先做酱汁的，这个是葱爆牛肉的。好，你那个炒完之后就把这个放进去。好，给你葱爆牛肉，放进去吧。放进去。八，酒酿要放了吗？放了，放了。来来来来，八，一，那不是慌了。为了它好就好。好，这次再试味道。哦，还有白胡椒，哎，当当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现场最后一分钟。不要蹲得下去，可以吗？没有。打。自己吹到，自己吹到。两个做法完全不一样。把它降在这边。味道可以了，就可以起锅了。对。下一下下味道，下味道呗。我是好烫。味道可以试，你可以试味道，可以试，对。可以试味道。那不是。我不能再试吗？你可以试味道，可以试吗？你自己试了没？我试了。你觉得这个外面吃的蚂蚁上次怎么样？不要再咸了，嗯，很好。要再咸呐，你觉得不够咸呐？你乱加什么？那个是松板汁的，没关系，应该咸。加最后30秒，嗯，自己试味道哦，多金自己试味道哦，你觉得好比较重要哦。那还没加的东西记得要加就好了哦。哎，那这个不要再讲了。我说还没有加，记得要加。我没有说加什么。我们可以提醒，不行，是这个。你就不帮我提醒啊？他讲了，你赶快跟他讲啊！我们那边也没有提醒啊。这个帮我吵架，我提醒哎。倒数10秒，差不多。加油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太老了，太老了。不会了。蚂蚁上树，松绑松绑住，直接到。完成。好，蚂蚁啊。现在上桌来品尝一下。看看谁能保住这5颗星，来，葱花牛，葱爆松满珠以及蚂蚁上树，来，请各位品尝。首先品尝一下，先哪边？这边先完成，先吃这边的。好，葱爆松满珠。夏雨欣，丽云姐，丽云姐，丽云姐，味道很够啊，不错，还不错。嗯，这是对的吗？嗯，有点硬。来，美华姐和郭鑫这一对，谁在大块？不错呀。蚂蚁炒的蛮好吃的，是你们那边的蚂蚁上树，有师傅在不会难吃，而且他做了一分钟了。嗯，有师傅在教，蚂蚁就这样，可以吗？嗯，要师傅来说说，我就要做。来吃另外一边，这边的。嗯，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对啊，味道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哎。哇，不一样的好吃，好难评哦。
蚂蚁上树，冲爆松满足。第一阶段晋级的师傅是谁？准备，一、二、上去吧。哎呀，没，不会，我们觉得自己好吃就好。可是你们这个真的很好吃，对不对？真的真的很好吃。我不知道你正在想什么。你也很好。你为什么投到这边来？哦，我觉得松满珠都很好吃，我主要是投到这边的蚂蚁上树，因为我觉得味道都很好，有不虽然是不一样的香气，可是我喜欢这边的冬粉的质感。对，以质感来说，这边的质感刚刚好 Q， 我觉得这边稍微有点闷的，有点软烂。都好吃，但香气它多了一层，对，口感上它再好一点点，它的葱香味很浓郁，这边肉汁呢感觉起来也很饱满。对，我觉得这两个五五坡，这是我的投这个头发，但这边我稍喜欢它一点点肉的味道跟那个整个粉丝口感在嘴巴里面，我觉得很舒服一点点，嗯，差一点点，真的。阿基斯总结。我个人喜欢这边的原因是这个寿司味道蛮重的，好，谢谢。所以刹那之间呢，会感觉啊好像很咸，嗯，但是因为肉切的够块头嘞，这个块头够厚，所以在嘴巴煮嚼，肉的弹牙度出来了。那么借着煮嚼的时候，弹牙度跟这么一个酱油的寿司结合了，跟着葱来讲是完全对味的。哦，那我是属于比较走老古板的那个方式。那这个蚂蚁上树呢？这边的肉末稍微糯一点，大陆的腔调糯一点就是比较软绵的意思。这边稍硬，而且这边花椒油的香味稍微厚一点。嗯，哦，那么质感呢，其实五五坡了，所以我的分数还是放在这儿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二比一，郭师傅获胜。恭喜恭喜你！好，在我是这个旗帜上面，第一的二十颗会稍微再久一点。对。他是目前星星最多的人，我要拆下来哦，哎呀麻烦，所以拆了，即将就是回到，哇，残忍哦，回复九颗星，心好痛，我觉得他的心不会不会，妈妈你不要这样讲，你看妈妈这样不好意思，妈不会了啊，而且比较尴尬的是，詹姆斯必须现在直接离场，离场，谢谢，抱歉。不要耍脾气。我们说的是真的，真的说真的。好了，我就可以走了。但是，哎，请往那边走。我那边走。我那边出去了。不要越过我们，就是太惨。现在换另外一个主持人来带领你们了。好，继续。他是目前我们的种子啊，吴秉承师傅，即将跟郭祖筠师傅带领的烈阳队继续进行第二阶段。来，准备就位。恭喜郭祖筠打败詹姆士，进入五星争夺战。第二回合要挑战的是肥肠茄子堡，对手可是实力坚强的吴秉承，两队会有什么策略呢？这个茄子的部分，茄子要怎么切？它刨到你可以把皮全部刨掉，先把皮刨掉，全部刨掉。出做的工作全部都给交给郭鑫做。好，哎，没问题。以我刚刚在旁边观察的那个，它是一个很大的致命伤。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切成大概这样子哦。好，哦，大概这样子哦。讲快点。好，再来呢，再切末，然后呢，这个爆酱，哎。酸菜呢，就给它切成，哎，也切成这层末好了。完了，我切成末好了，好，没关系，没不会有规划。等等，不要吵我。这样子画过去对切，这边就掌控油锅部分，油锅温度高，先丢一个，它会起水泡。把这个茄子呢，那现在炸金黄色就好了，不要炸太久。要切成滚刀的时候呢，再炸。这个都一样，给郭鑫切。哎，好，不要乱切末的，全部都交给他。哎，好，然后呢，再加一点点辣椒酱。蚝油一点点，不要太多哈。这个爆香，这个爆香。然后呢，葱，还是要继续赢下，对，要继续赢下去啊，对不对哈？看起来夏雨欣很有信心，可以帮郭师傅抢下五颗星哦。而吴秉承把希望全都交给郭鑫妈妈，他的策略能成功吗？现在非常茄子堡十分钟，计时开始，开始了。切这么薄啊？啊，对。是吴师傅说要切什么？哎，对对，他刚才这样讲，叫我这样切。听说刚才吴师傅特别有交代，郭鑫只要负责切菜就好了。哎，是，因为我刚上一场的时候在旁边观察完之后，我觉得他是乱源，他是乱源，真的真的是他。他刚其实也蛮多功劳的啊。对，因为他不常做嘛，所以他要帮忙，可是有些帮到忙。请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那个郭鑫要注意一下，你拿菜刀的时候，你把他头在旁边。切菜。
长一点啦。你不要伤了我的主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太长了。来看看隔壁桌，来走，这边请。哦，两边都把皮削掉了。两边的皮都不需要了。对啊，这边弄的比较拉萨皮，你就知道夏雨欣平常的房间有多乱。你不要这样讲出来嘛。我说丽云姐，对于一个这么漂亮的女儿，可是个人习惯不是很好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没有，还好。啊，还好的。对啊，哎，我妈也是这样啊，不然怎么办呢？有空再等你就好了。真是师出同门啊，有其母必有其女。哦，我想你爸爸应该也忍气吞声吧？没有空整理，就表示说工作很多啊。哦，哎，非常的正面的哈。对啊，你要不要把它弄到里面去，你就会轻松多了。对，丽云姐，好希望你跟我妈做朋友，你会开导一下她。他会念你哈，对啊，都会念说什么家里很乱啊。你看他这想法多好，因为我们很忙，所以没时间整理。吴秉承才紧迫敌人战术，吴克星非那不可，而夏雨欣傻大姐个性，下惨郭主意。我这要炸了，这不要带皮过来哈。我以为他要把这个姜整块拿下来炸，吓我一跳。我发现，这些片还在切断，是吧？先放一块看看。对你啊，所以下就下，要下就快，要下就不要犹豫了，男子汉。你要干嘛？他旁边有漏勺啊，没办啊。对。吴师傅，你冷静。吴师傅刚有点凶哎，还有点情绪哎，他很少会这样哎。我要冲啊！对，我一定会冲的。妈妈，你要控好哦。好哦，好，那你不要吵哦，你就顾好这边就好。碰上郭鑫的吴秉承，却把希望寄托在妈妈手上，他能守住，不被郭主一队夺走五颗星吗？